那的时候可以听一下，希望可以抒发你的心情。下了一场雨，这场雨我好像是我的心情，哇啦啦的哭泣。当你对我说，你是怎么能，我却无法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抱歉，我不能说，抱歉，我不能说，抱歉，我不能说，不能告诉你。防备看穿的背后是更脆弱的自我，不能被看穿的背后有更多的无奈。可是就是至少唱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无奈了。然后就是下一首好，然后就是当你觉得很无奈的时候，记得就是多出去跟大自然接触，然后像就是看到那种，这个是在蓝屿才有的，那个叫做，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大家猜得出来吗？羊，对，羊，然后它很小，对，而且这只羊是我们一边在走路，然后它就会就是跟着我们一直走，对，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有再多的烦恼，就是出去看一看，心情都会比较开阔一点。然后就是我这应该是在蓝屿拍的，对，然后就是。这是海浪的时候，然后打在岩石上那个景象，然后就我有写了一首歌，其实是跟大海有关系的。那就我就发现，其实海它可以很波涛汹涌，可是它也可以很平静。那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最棒的地方就是，你想要安静，你可以去寻找你想要安静的地方。那你想要有一点点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去寻找那个东西。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有经过一些，就是
不能理解，就是可能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冲突，或者是理念上的不对盘，那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哎，当我出去走一走，看看海，心情就会好很多。对，然后，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做《小河》，那这是我在都兰，就台东都兰再过去一点点，叫新昌。然后那个地方是，我觉得是我的秘密基地，因为没有我在那边待了两个礼拜，然后没有人，白天几乎没有人来吵我啦，就只有旁边养的小鸡，固定下午4点会出来散步这样子。那我就写的这首歌，就是觉得就有个感触，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像一条小河一样，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最后我们都会回到大海，就是我们都在寻找我们自己的那个家，想要有一个归属感这样。那就是或许你们会觉得，哎，这里就像你的家，是因为常常过来，然后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对，那反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人生都像一条小河，那就是顺着它，让它带着你前进。就是当你觉得很烦的时候，你就是闭上眼睛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然后让你心中的那条小河带着你往前走。
谢你的存在，才有我们的存在。就好，下一张。然后呢，我的旅行音乐生活就是我会一直前进吧，因为原本预设半年，可是我觉得半年的时间不够，然后我现在也就是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继续的前进，然后继续挖掘，对，不管是往自己内在或是往外看，觉得都有很多好玩的事情这样。那下一次希望可以带来更多就是旅行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对。然后这个很像在那个渔船上，有没有？有吗？你们觉得嘞？想要营造就是有那种出航的感觉。然后我是希望就是这个旅行完了做一个整理，可以出一张专辑，对。那也许也需要你们的意见，因为我本来想说这张当专辑封面好了。对，可是大家都好像没有反应，那我可能要换另外一张。好，我是唐雅，那希望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多交流，然后谢谢于大哥，然后那个于十二年未倒胜利。好，那谢谢你们喽，谢谢。所以没有爱过去。唱完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怕越来越多人要离开，所以我赶快不想让他安可，因为这样才有下一场，是吧？给人工撑得住。哎，他有准备了。安可，我是讲我今跳过在饮酒啊，你们跳过啦？不会啊，我安可无登啊。那我真的没有带来歌词，我念都最后一首歌，哎，我想一下哦。所以应该会安可下去，看起来不会最后一首。我还蛮喜欢，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就是对于这些旅行的一些你自己有什么感觉这样。好，最后一首歌。我在想要用什么感觉做结束呢？我们快乐一点好了。哦，是，我喜欢你够悲。小河是太沉重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小小太阳》，然后呢，它是你们猜猜看，应该之前都没有人看过的表演，所以可以用这个。你们猜猜看它是哪一国的语言？まだ意識と違うなだ意識と読もうと越し軸なでいくなだ意識と違うなだ意識と読もうと越し軸なでいくバ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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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a
到吗？东南亚的吗？东南亚吗？还有吗？东南亚的。我怕我说出来会被你们打。好，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觉得，为什么就是写歌一定要有歌词呢？那所以我就乱哼乱唱，这首歌就是我的乱哼乱唱。谢谢。来，享受。来，我的语言。好，谢谢。Sorry，我爱国啊。我在嘉义还会待一阵子，然后有一些咖啡馆有找我表演。不确定啦，它好玩就继续玩。对对对，那就是嘉义的，你们可以到我的。对，太饱。我现在就是四处游走。之后呢？就我搭帐篷啊。这一箱米色都上可以搭。啊，大家就是可以到那个网络上看我有哪有讯息这样，然后最近有网络了，我会开始就是认真。有 Facebook 吗？有。一样打那个。我等一下可以，我给你我的小小的名片这样子。好，谢谢你们，谢谢。下次你来，我说太辛苦。好，谢谢。好吧，帮我开个电灯吧，继续卖广告啊。王龙啊，先生爱搁出现了。什么？